回家了，就不用。做菜吗？我们在主厨之家等你来玩。记好了，欢迎光临主厨之家。他们起勾勾了，我们起白起。点啊了，走了，走，晚了。哎呦，最近吃很多哦。上次骑车是哪时候？十年前在绿岛。要上车吗？我们搭计程车啊。反正他们已经出发，他们没有看到。刚大很辛苦骑车。尤其你们这组还是骑脚踏车，对啊，也太大了。今天这个通告就到此结束了，先回家。对，不行，因为重头戏还没到，你们还没有秀厨艺。开玩笑，主厨之家听说各位都练了非常厉害的一手厨艺，然后有些是店长，有些是演名厨啊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挑菜开始，然后一直到等一下料理 PK 啊，我就是今天的评审。光临主厨之家。享受美食的我要来吃看哪一组做的比较好吃。哦耶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走了、你们都想忘记了，时间有限，需要吹冷气。右边那个有这个好是很多人耶。三包够吗？是吧反正几个人啊，我们几个应该只有一个人吧。我去拿篮子。我们应该要做总数。我去找 cheese 这边。cheese 是吧？这会不会太强？这好多哦。这个应该帮我们。这个是有高级的，有机的。葱姜蒜，姜在那里。哦，姜跟蒜都在这里，还有辣椒。栗子的会不会比较有味道？不管。鲜奶油，无盐奶油，有盐奶油。要有盐的奶油还是无盐的奶油？忘记了，随便了。好啊，有盐的吧。葱姜蒜。好了，我们买完了。九层塔。辣椒。九层塔。我来问一下店员，我要这个，东西配奶油，我要这个，这个呢？那个配我想吃，那就做蛋糕，好吧？回家了就不用。牛奶没买，好，牛奶这里。买小一点的，这个没有，这个要真的要加很多，要加很多吗？那这个够大吗？还是你要到这个好了，这个就好，这个有点太大了。可是我们要煮很大一锅哎，因为大家一起吃，是。我们要煮几人份啊？一人份没有啦，其实大家都可以吃。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大一锅？因为我想说很多人哎。哦，好啊，就大家都可以吃。哎，摄影也有。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们等一下可以问一顺。好，那拿那个。在这里啊！哇！太棒了！耶！最后一盒！哇塞！太棒了！他也很开心。哎，我们就买完了吗？我们买完嘞！我们好快哦！好，这样汤底 OK 了。汤底 OK， 我们买肉跟菜。嗨！有另外一组，快跑！我们已经才买完嘞。我们已经有试探底呀，这样很快了。这个给我们。哎，是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不行。这最后一个，那等下可以救没有一点点吗？不行。没关系，我不方便。怎么这么快？我们买完了。不会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再去看一下有什么饮料可以买。所以，你喜欢吃饭吗？我喜欢吃，我其实我都。
饭啊面我都蛮喜欢吃。等一下，所以你们今天我们要做三杯杏鲍菇。杏鲍菇哦，其实听起来不错哎，听起来不错的。不过真的是我。对，吃素，你们看起来就是超食性，但那一组看起来就是肉食性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